堂主主日三甲弟先登来来敬拜，甲来修圣餐。教会有特别的报告，今仔 <coughs> 是圣餐主日，修圣餐必须是重生的基督徒，已经受洗还是坚信，有优良的学灵状况，请崇拜开始前准备好圣饼交圣杯。感谢主，教会以聘时代传道为本堂国语事工的牧者。 弟弟九月最一滴上定。南州条虎哥，李爱清兄弟第六给十六滴安孝祖怀，享年七十四岁，安葬礼将在七月十八滴上午十一时，伫南市里墓园举行。地点是 Victory Memorial Park and Funeral Center，旧主为点安瑞上家。李董先敬下电影，电影是对四岁到十七岁。 时间是八月初九到十一日，上午九点半到下午三点。地点是同在黨基督教会，报名费是二十五元。注册日期是对七月十二到三十一日。同在黨会员申请申请表呈到教会办公室，或是到教会网站来 download。填表到教会办公室，或是到 membership@icrc.ca。 今仔是《新请杂志》，欢迎万南兄弟姊妹参加家己的团契。聚会是第七月初五，本礼拜二暗暝八点，Zoom 密码，请联络办公室。现在，请咱别烦心，咱就要开始今早起的崇拜。请听一段诗篇：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真伟大，你将大队建立在军旗顶。 何对，永远永远无动摇。夜荷花，你所做的真是真多，因拢是你用智慧做成的。全队充满你所做的物件。愿夜荷花的荣耀存到永远。我一生要往夜荷花歌唱，愿我的梦想梦以喜悦。我要因夜荷花欢喜，我嘅心啊，恁要称上夜荷花。 恁要学老也学花，请咱记立，咱来做一个开始的祈祷。真听的主，感谢你，伫主日，果是生产一主日的清早，主福分，主阮通组织高低圣殿中，主阮要用心灵诚实来献上阮的感恩和崇赞。主，你坐伫你的宝座前，主是。 创造宇宙万明的，阁是英圣的君王，也是一位慈爱、怜悯、会安慰伤心的人的主。主的尊贵、荣耀、大能、恩典同在，伫遮，伫遮。我们要献上我们的，我们要来纪念主，也要来修圣餐。主伫殿中十二阶，即互阮想到。 主对阮的大疼，即个疼是伫阮也未认捌汝也未认捌汝以前，汝用极大的代价，希甚至牺牲家己，来将阮对罪中救赎出来。十二个是我救赎的记记号，十二个永远是我荣耀。 现在主求你集中按正阮个心思，要来纪念主，也要来领受今早起要互阮个辛酸。基督用水耶稣基督个生命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咱来念许多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个碑创造天地个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个仔，因圣灵感应。 对，当今路玛利亚所生，伫本州比列多首位受难，被定于十二架，受死埋葬，刚在阴间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伫传教的碑上帝正平，将来必须对遐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尼古尔教会，我信圣多相通，我信坐伫车边。 我信圣父复活，我信永生阿门。同在堂数遍宣言：，咱同在堂基督教会存在的目的，荣耀主上帝，成全伊旨意。咱的五大任务：敬拜上帝，敬地基督，肢体相通，彼此服侍，宣传福音。 今仔日是圣餐主日，请咱备办咱的饼甲咱的杯。咱伫礼堂外面有备办圣饼、圣杯，你若是需要的话，啊，请你啊就去迄个所在来提。圣经安尼讲：伫主耶稣受杯迄一面，伊摕起饼来嚼下了就讲。 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，恁应当着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。坟后同样，主提起杯来讲，即个是我的血，为恁所设立的信约。恁每逢着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。圣经甲咱讲，咱每逢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到伊国来。因为安尼。 人要分辨是主诶身躯，是主诶血。因为人若无按理，领受饼甲背，就是吃啉家己诶罪。咱即个时阵，逐个人用一段时间安静、省察，求心灵更照咱诶心。咱若有甚物所在得罪主、得罪人，应该着悔改。现在。 救助下边，咱以后就要领受圣命甲圣杯，请大家伫座位顶面为着家己祈祷。

感谢救主大听为阮舍命，感谢救主舍罪，互阮的性命。今仔日，你的百姓用性命圣杯来纪念主，当主屹立，你的百姓会敬拜。阮相甲纪念基督耶稣的身躯，献上是为了阮在坠落。 会罪人，通得着，啥罪，通得着。重生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。阿门。请陪伴你的生病，现在咱要参甲来领受生病。耶稣讲：，即、这个是我的身躯，是为着您打破。您应当就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。 咱三级来纪念柱，哥三级银丝，记表十个。 陪伴你的圣杯，饭后同样耶稣甲伊的门徒讲一句话：，即、这个杯是我的血，为着恁所设立的圣约，恁应当照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，咱来参加领，稣相伴。” 当心基督，感谢听阮的主，阮今仔日嗰一摆领受圣兵圣杯，嗰一摆学阮的。记督讲，今仔日阮活着是因为别有一摆。你为着阮来死，你为着阮国活，所以阮今仔日活着，则有真嘅盼望。感谢主嘅大听，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祷。 Amen. Amen. Lailan la gimsi kyeong pai 即礼拜离火车的时阵，我定来咧听信息啊，是咱的蔡中译牧师的信息，蔡牧师已经都去到伫天内，总是伊所讲的道理到今下日也是咧做救人，我就是其其中一个，予伊做救。啊，伫讲到以后哦，啊，佫有一个回应师啊，我讲即个带领回应师的人声音虽然绕音师是上啊。 原来是咱诶阿兰兄呐，伊迄日做主席哦，原来伊真敖吟诗啊，吼啊伊诶声也野水吼，所以对诗歌啊咱也得着造教吼，啊对即个信息也是通得着造教。有时你伫开车诶时阵若无代志啊，会用听一寡过去，做想事互咱诶信息，啊咱通得着帮助吼，得着造教。咱来三甲几多？ 感谢天爸听伊的囝儿，就是阮。你个话语讲欢接待耶稣的，就是相信伊名的人，你就享受互因官兵做上帝的囝儿。感谢主，阮是配配的总是上帝所无比个羔羊，是一配的呢。伫天顶敬拜的时阵，敬天西就是安尼讲。 伊是会配日的，无人会配日，总是即个受伤、不经过死亡、胜过死亡，对死人中间嗰活，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，伊会配日，伊完成了救赎。因为安尼，阮今日通称作是上帝囝儿即个是阮嘅福分。今日祈祷嘅死，一方面感谢。 即方面啊，求恩，求主的怜悯，阮即个世代，求主帮助阮转回，亲像古代先帝，阮、嗯、国以色列的百姓讲，要转回，要转回，要除去罪孽。毋通搁话靠世间人的力量，毋通搁话靠强国的势头，乃是要话靠。 万军的耶和华，求主帮咱，阮今仔日就安尼做。我靠，万军的耶和华，圣经甲阮讲，阮倚靠伊以会成事。耶稣讲，阮就想伫伊的内面，伊的话伊也想伫阮的内面，安尼阮就通结出果子。阮来做结出果子的基督徒。 求主帮助阮，想伫汝嘅内面，阿学汝嘅话，想伫阮嘅内面，将主嘅话生活化，不但伫阮嘅心内面成做阮心内所珍惜嘅真理，也要成做阮生活中的原则，叫阮无论是伫思想，无论是伫行为，拢是按照主嘅心意来行。 求主保守阮中间，身躯有病痛的兄弟姊妹，求主你家己怜悯医治，求主也家己帮助，好兄弟姊妹在无通出去外面的时，有法能搁较侪的时间来造咒灵命，搁较侪时间甲主交往，求主也帮助阮一寡朋友工作。 啊，是经济顶面有艰苦咯，求主你也家己施恩，你也家己穷急。正亲像古时你何，你诶百姓伫旷野诶时，无水通啉，啊，有水咯，无物件食，啊，有咯，你对天咧想事，你对半殖想事，人未晓想象，天要怎啊讲食物啊？ 阮哋食面是在伫地嘅内面，对下面发出，要怎啊？对天顶落落来呢？总是做啊，你就是献奇妙安尼嘅嘴。人讲石头是大嘅，总是石头搁有水咯。不但学一个人啉，学逐个啉拢够热。做啊，你既然咁样丰富，求助你人品温态，伫经济缺乏嘅人。 失去工作，诶兄弟姊妹，抑伫咧找工作，诶兄弟姊妹，求主你家己机机机妙诶供应，互阮通看见讲，信实的上帝，甲阮同行，阮会旷野路，伊无互阮枵恶，无互阮喙打，求主你啊，怜悯教会各种诶圣工。 无论是老人嘅工作、成年嘅工作、青少年嘅工作，求主帮助阮好好将福音传开，好好将主嘅话语讲解，叫听见嘅人有法能幸福伫十二个下面，将家己完全交乎恩典嘅主，当听见主嘅话语嘅时阵，有法能将阮嘅生命献上。 当做活着来活出基督的真理，求主你怜悯阮所倚起的国家，求主禁止恶暗的势力，求主当时啊彰显恶暗的势力，互阮会通看得清楚，互阮会晓分辨。求主帮助阮，知影要怎啊为着国家来祈祷。求主帮助阮。 常常为着国家来祈祷，互即个国家诚做一个敬畏主的国家，怀无合主心意的法律，会通丢掉；诚做合乎主心意、各荣耀主名的法律。求主，你也家己帮助互阮每一个人在阮日常的生活内面，有法能经历着主。求主分享阮。 互阮愈听主，如愿意服侍。主，求主你也帮咱，你个百姓现在要聆听主的话语，求主将你家己个信息想输予阮。阮做主的儿女，正古代小萨弥尼公主啊，请讲，博领、敬听，奉主耶稣基督个名祈祷名。 阿门，阿门。咱个落去是三级传讲主信息嘅水准。咱过去已经将古约一本先知书看了咯。今日日是要三级看新约一本嘅书信《哥林多前书》。今日所安排嘅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第一节到三十一节，较长淡薄。 啊，总是呢，咱将即个啊一寡宝贵诶功课啊，加伊、啊、掠出来。高林多第一章内面，安尼讲，奉上帝旨意忘掉做基督耶稣使徒诶保罗，甲苏推尼兄弟，写批号伫高林多上帝嘅教会，就是伫基督耶稣内已经被分别为圣、忘掉做圣徒诶人。 及所有的特所在，何求咱主耶稣基督嘅名嘅人？基督是因嘅主，也是咱嘅主。愿恩惠平安对咱嘅背上帝及主耶稣临到您。我因着上帝喺基督耶稣内赐予您嘅恩典，常常为您感谢我嘅上帝，因为您喺伊里面。 凡事拢负责，真有口才、知识丰富，搁亲像咱为基督所做的见证，伫恁中间得到建立一样，伊伫恁的温素中一无所缺，而切盼望着咱主耶稣基督的显现,现，伊必坚定恁交待。 可，恁伫拦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摘。上帝是真实的,的，伊呼召了恁，是要恁甲伊的囝拦主耶稣基督联合做一下。保罗写批互即个教会，即个教会伫什么所在呢？下面即个城是耶路撒冷，伫顶面有另外一个城叫做安提阿、啊。 安提阿、啊、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，啊，其中一个宣教士就是保罗。保罗一摆出去传福音，搁倒来；第二摆搁传福音，搁倒来。到第第三摆呢，上帝带领伊到高林多这个所在，所以伊就经过啊，这个小阿细亚、啊。 哦，啊，后来就到啲即个马其顿，啊，后尾过嚟到哥林岛。即个城。哥林岛是大城，哥林岛是闹热城，哥林岛真多真有学问嘅人啊，哥林岛真多真有钱嘅人啊，哥林岛真多尊贵嘅人啊。保罗到啲嘢，伊就唔迄个所在嘅犹太人来传福音。 就是到伫聖，诶、哎、即、这个即、这个會堂内面，吼伫即个安息日，吼、哦，犹太人嘅生日，啊，就伫阿甲邊讲解聖经，讲解，再讲解。后来呢，啲犹太人就反对伊吼，毋、哦、接受伊所传嘅福音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保罗就真无欢喜，伊讲若是尼哦，我甲你讲了咯、啊，你嘅血伫你家己头壳顶咯，毋是伫我手顶咯。 因为我应该甲你讲嘅，已经拢甲你讲咯，毋过你家己毋挃。所以对答以后哦，我就是要俾外邦人去传福音咯。啊，安尼呢，伊就离开了会堂，哦，啊，就去一个人嘅厝内对遐聚会，啊，继续伫遐传福音。啊，就有一寡犹太人信耶稣啊，啊，嗰一寡希腊人毋是犹太人嘅个外邦人，也是信耶稣啊，哦、啊，啊，所以落尾犹太人真无欢喜啊，因为佢话咩？ 阮一寡信徒去学你拖去啊！啊，别人一寡外邦人啊，就是无信无势，诶、哎，我诶诶诶，测无信先知嘅测仔人，阿是去学你背去啊，真无欢喜。所以教家因为一个新嘅职员啊，地方官嘅时阵，因就将保罗掠去，可伊讲，即个人我害死人啊，总是即个官讲啥？讲你掠伊来容，总是咧讲宗教嘅代志，毋是讲罗马法律啊。 宗教嘅代志，我无管，恁家己去管啦。啊，转间赶赶出去，哦，啊，所以保罗嗰多嗰多几日，哦，后来各啲讲即个所在，啊，咱像较较无合咯，所以保罗就避班，要倒去到啊，即、这个啊啊，亚罗士打啦，吼、哦，要屈倒去。保罗伫遐也偌久啊？十八个月啊，咱在保罗特所在去报多，毋捌知个所在超过一年啊。 总是住伫高林多，一年半嘅时间敢若一个安尼啊。因为当真侪人反对伊嘅时阵，上帝伫暗示啊，在一个异象内面该讲什物啊。你免惊，你咧讲嘅哦，我继续讲。是嘅，真侪人反对，总是做你讲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因无法能伤害你，所以保罗就勇敢，佮住落去，住遐尼久。 欸，一段时间是欸，书房第重要哦，是有主嘅同在。主若讲我甲你同在哦，迄个就是安全呐。啊，主若无甲咱同在哦，就是世界第安全嘅所在哦，啊，无安全呐。保罗听见咯，主清楚讲，现在咧讲嘅就是在人反对嘅迄边信息继续讲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所以无人有可能伤害你。 真实嗱，保罗离开高林多嘅时阵，无人伤害到伊。上帝的话语是可靠的，所以喺呢个高林多的教会内面啊，大家人拢知影、啊。咱教会的发起人啊，the founder of our church，是主道保罗啊，因为伊俾来嘅时，人都唔要信耶稣啊。啊，伊个人招来，伊个人讲啊，有人信。 在信的继续无停的聚会，这就正做上帝啲高林道的教会，讲是不？是的，上帝啲高林道的教会，所以啲只嘅书信开始讲的时啊，讲写批号啲高林道上帝的教会，忘掉为圣道的人及所有啲特所在呼求，咱主耶稣基督名的人，基督是因的主，特所在。 基督也是咱嘅主，咱在高林多嘅基督徒。遮是讲到什么呢？遮是讲到高林多有教会，伊佛所有教会，耶路撒冷有教会，安提阿、啊、有教会，各所在拢有教会，总是因嘅主也是咱嘅主。耶稣甲彼得讲什么呢？彼得啊，你是蒙福嘅咯。 因为上帝甲你启示啊，所以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伫即个磐石顶面。耶稣讲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伫磐石顶面。倒一个教会？高林比亚教会吗？包括迄、那个伊夫所的教会吗？也包括迄、那个安提阿的教会吗？包括迄、那个基督的教会，真哪一个呢？总是有一寡人是伫高林比即个所在的。即、這个甲咱讲什么呢？即、這个甲咱讲。 只那一的主，只那一个的破碎的教会，Universal Church，教会毋是一间房，教会毋是一啲楼，教会毋是一个礼堂，教会,会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呼召相信伊名的人，在信主的人就是教会啊！所以全世界。 在新疆、新正敬拜基督的教会，只那是一个大教会。总是因为咱人受时间甲空间的限制啊，所以有一寡人是伫咱只礼拜，有一寡人是离开咱几条路伫遐礼拜，有一寡人是伫另外一个国家、另外一个城市咧礼拜，再叫做地方教会 （local churches）。Some worship at this address.

众生得救，新亚所嘅人，伊也是个普世教会的成员 The Universal Church，保罗讲：，恁深切伫咧仰望着咱主耶稣基督的显现,现，伊也必坚定恁教会。只系讲到什么呢？只系讲到阴间的关系，无法通赢过。 其计的高会, the gates of hell cannot overcome, cannot beat, cannot defeat the church of Christ. 什么时针呢?等基督显现的时针 The reveal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. 当年你跟我一起讲,这些是讲到什么呀?基督的再来,基督再来基督 thao zi 死了后，伊对死嚟嗰话，佢讲什物啊？”天顶地下的官兵已经交互我咯。意思讲什么呀？已经做王了啦，哦，基督已经做王啦。总是基督所讲，恁哦就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伊无讲我已经做王咯，啲歹人掠来审判哦，未死咧，未死咧，咱就去传福音嘛。有嘅要信啊，哦，啊有的会正做门徒，所以去做。 到第二摆再来诶时阵，基督就要审判绵羊及山羊，伊就要审判世间人。今仔日，咱伫咧念师徒圣经诶时，阵讲审判活人及死人啊，为什物就安尼讲啊？因为顶摆有一寡人相信讲哦，你若死哦就接无人咯啦。今日讲，咱伫法奖哦，三个啊，啊，哥啊，一个煞死去啊。 死了就无通接咯，代志就煞咯。因为干阵志啊，阿人都死个。啊以前有人有即个印象啊，基督来诶时阵要审判上啊啊就审判咱遮活嘅，讲啊死诶就咁无走无去咯。毋是啊，圣经甲咱讲，伊来是审判活人甲死人，毋通算讲死哦，啊全走笑走成功啊，无啊，迄、这个是真公义啊，无一个走得浅啊。 逐个拢审判，所以伫遮讲到基督嘅显现,现，总是伫审判日子。伊会干啊志啊，坚定恁教对，伊会坚定恁教对，咱成日讲伫基督再来国话嘅时阵，吼人国话，会干啊志啊，死亡就真实败咯。吼基督头一摆来，伊国话伊上天，特大嘅冷人就咧，死啊，保罗嘛斯彼得嘛斯。 约翰马斯，大家嘅会啊，死亡也未拍败啊，总是基督第二摆来嘅时阵，就是要和死亡嘅关系结束完了，就是完全嘅胜利啊！自个讲到基督完全嘅胜利，咱呢一日啊无可指跌啊，是咁啊？咱无犯罪吗？唔是无犯罪啊，只是讲我还清了啦。 即条孝行清楚了啦，基督为着咱已经行清楚。是耶，保罗讲教会只那一个普世的教会，无论你是伫高林多，无论你是伫什物所在，咱只那一个主，咱只那一个普世的教会。虽然有无同嘅地方，三甲伫咧聚集，三甲伫咧聚会，啊，即、这个教会嘅性格阴间嘅关系，就是讲嘅性格死亡。 什物时阵？伫基督显现嘅时，要坚定咱交对。你、那、知、個、基督度最大诶盼望是物？无毋是讲通毕业得到头名，毋是讲通升级啊，现金嗰较多啊，毋是讲我即啲旧厝卖上卖卖嗰较大啲嘅处啊。基督度最大诶盼望是什物啊？基督嘅再来。咱今日。 身躯会未好势，就去找医生。医生歹药互咱食，咱家己真麻烦，佫未做无食。咱有时阵拄着艰苦诶时阵，心伤流目屎。咱真正做人生的动荡甲艰苦，总是基督徒最大诶盼望，是基督诶再来，就是完全诶得胜。圣言讲，伫迄个时阵无佫有流目屎。 无咁艰苦心，心伫迄个时阵，百姓做嘅百姓，甲基督永远做一下伫上帝诶国度内面。因为安尼，咱做基督徒诶人着逐日别品，迎接再来诶基督。耶稣咩时阵备来，咱毋知。因为毋知，所以着定定准备。若知会咁样子啊？ 哦，就无定定准备咯，是无咱知啊讲，啊下个月哦会初一日，还是讲下个月会初三日，无无人要来探咱，要住伫咱嘅厝内一礼拜，咱知影迄个时间咯。所以伊未来前几日，咱就备办好势咯，是无伊要徛嘅所在，吼啊伊要用嘅物件，哦，兼、啊、且、哦、有一寡伊袂方便住，应该备办。知影什物时阵要来，就迄个时阵备办。 唔知什咪时阵要来，就特时就避班，特时避班。求主帮助咱基督再来是确定嘅。The return of Christ is certain。再是诶，只是伊无可能在什咪时准。因你安尼，咱特日就避班迎接要个来嘅基督。你就想有可能今朝耶稣要来，可能明朝耶稣要来，那是安尼你会点啊？ 你在世的陪伴好些个，阿吉拿我就陪伴好些，因为伊那来哦，我爱讲一来，我正是陪伴好些。爱讲你即个好个忠心的仆人啊 g o o d and faithful servant，哦，咱爱阿尼、啊嗯。可能变啊，呐、啊，变哪就陪伴好些个。阿、啊、可能后日呐，阿后日就陪伴好些讲，每日有比迎接再来嘅基督，求主帮咱，即、这个是咱第一段。 会盼望，搁落去呢？保罗讲兄弟啊，我凭住主耶稣基督嘅名劝恁大家，着同心啊！喺恁中间通同分哦。只要喺同一嘅心思、同一嘅意念中团结起来。我兄弟啊，局来事、局内嘅人，甲我提到恁嘅代志，讲恁中间哦。 有分争啊！我嘅意思就是讲，哦，恁逐个人讲，我是保罗派，我是阿波罗派,我是派，我是基督派，我是基督派嘅。基督是分开嘅吗？保罗为着恁定了十二计吗？恁受洗是规入保罗嘅名下吗？我感谢上帝啊！除了基利斯布甲盖犹以我。 我无架，恁任何人私过，衰啊，所以恁无有,有人有可能讲是受衰规入我嘅名下啊。我也可输提换一个人私过，衰。在以我有无别人私过衰，我就说袂记呢咯啊。我肯恁大家要同心，伫恁中间毋通分党，只要伫同一嘅心思、同一嘅意念中团结起来。保罗讲到物啊？ 讲到高林多教会咧分党啊，分一派一派。保罗讲袂做安尼啊，我拄则都跟你讲，咱高林多教会甲普世教会，逐个是一一寡挂，只若一个主啊。啊，现在恁呐分啊很侪派很侪党啊，袂做咱安尼，恁着团结起来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恁中间有个人讲我是对保罗诶，保罗是什物人？哇，保罗是重要人啊！ Na Bo Polo lai tho <Nhạc> nok mo lan ko dim to to bo 9 hue <hồ> a. Na Bo Polo lai tho nok mo lan yam sin ya so to so bo hiao de da. Soi Polo si lan siok dieng e pa pa. E si lan 9 hue e khat thi din a. Paul is the founder of our church here in Corinth. He is our spiritual father. Soi u dai a, ni zai Bo Luo jing ma sin ya so bo, ya so ti chap ka bei gong wei a. 咱中间有什物人？耶稣直接甲佢讲话啊，无半个啊。保罗最厉害嘅啊，不但伊讲话哦，伊信主哦，佢派伊做使徒啦。哇，咱有什物人哦、啊？上帝甲佢讲话阿哥甲佢讲你信，要佢做使徒，尔大嘅工作交互你啊？保罗是第一大熱巴啊,啊！啊，阮是保羅一派嘅，阿哥有人讲无。 你是保罗派哦，啊阮是阿波罗派。阿波罗是什物人？阿波罗也是一个犹太人，伊是对埃及来嘅。啊伊有一摆去伊佛所，啊伊真有口才，真敖讲道，哦、啊，阿、啊、佢真敖辩论，佢、啊、真识古约圣经，啊，所以定系甲犹太人伫咧辩论。啊，只是讲呢，迄时哦，伊无受圣别圣经圣灵嘅名受洗啦，伊嘅洗礼是约翰嘅临在嘅洗啦，哦、啊，也未接受耶稣，啊，所以就有人甲伊教。 啊，加了，伊著更较厉害咯，更较厉害，伊则走去高林多啦，啊，全去高林多伫遐哦，过去甲人辩论，过去牧养交会，所以即阿婆罗是倽啊？阿婆罗比保罗较牛啊，伊比较牛更道啊，比靠口才啊，伊是咱第二任嘅牧师啊，头任是保罗啦，有啦伊真牛啦，总是口才哦，无亲像即个赫牛啊。 阿波罗则是厉害，所以因就对住阿波罗咯。阿有人讲什物啊？哇！阮是缀基法呢？基法是什物人啊？基法就是比德咯，哦，耶稣诶问徒。比德啊，你是缀保罗？保罗不甲耶稣，相佮白饼无？保罗不坐咧，耶稣骹前听伊讲道无？保罗不甲耶稣，相佮坐船过海无？拢无噶，是无？伊拄着耶稣一拜噶。 人我真系比的哥，是第耶稣啊，低到十二个遐只是有啦，又失败啦，总是以低不耶稣啊，是比保罗更加知啊，是老大兄啊，问到中间，大家未有回答耶稣嘅问题啊，耶稣讲，人讲我是谁啊，后边耶稣佢问，啊，你讲我是谁啊，大家未晓啊。 知啦，彼得嘅晓啊，彼得偌厉害咧！你知一摆，耶稣咧讲到個，伊跟人讲你着食我係肉，我啉我係血啊。哇！逐个愈听愈興啊。我想讲即、这个是何先生，现在要叫我食伊啊，啊，佢啉伊嘅血啊。啊，即、这、毋、个、是比拜偶像嗰较惊人，啊，血都未动物嘅血，未食你，佢要食伊嘅血，啊，所真多人毋信伊离开咯。啊，耶稣就问伊嘅问道讲啊，遮逐个走了了啊，恁呢？啊，逐个袂晓要怎樣答個？ 阿耶稣问了保罗，诶，即个彼得回答讲什么主啊？叔啊，是啊，你有生命嘅多啊，讲嗰要对什么人啊？意思是讲你讲啊，互阮会明白个、哦，总是阮喺你讲嘅，我暂死着啦。所以就是唔明白，阮也要对你啊！哇，咁尔伟大嘅信心啦，你看，唔晓你愿意对，啊到落尾会晓你个明白，啊，即系真伟大嘅学生。所以即系彼得啊，比保罗、比阿波罗，更较厉害。 啊，個有什物？啊？個有第四派，第四派哦，啊，阮是第基督嘅。哇！厉害啵！恁即三个分咗保罗派出來，保罗是什物人？鼠道啊！阿波罗是什物人？恁第二任的牧师啊！啊，技法是什物人？耶稣的門徒啦，有啦，乞啊。啦、啊，迄个門徒，总是也是門徒。阮係是耶稣本身。阮是基督派嘅，所以我、哦、应该是比恁。 更较厉害诶，哦，是无？即四派你要参倒一派啊！只有四當啊，阿保罗、阿保罗、基督、啊、甲基督哦。現在较多人会讲阿保羅参基督去做較對，哦，因为真係耶稣推我死咯，阿彼得甲无推我死啊。因为即即做应该较袂歹派有有人想讲即、这个、基督派会较善良，因为佢用耶稣诶名。 总是保罗即四项讲了嘅时阵，伊讲什物啊？伊讲基督是分离嘅吗？基督会做拆做几落地吗？是安尼吗？以后伊讲伊家己，伊讲我保罗有推你顶十二过个，伊无去讲彼得，无去讲阿婆罗，伊讲家己，讲我有推你顶十二过个。恁受洗是用保罗嘅名受洗，还是圣彼得、圣加、圣灵嘅名？若你将基督个，佢拆起来啊，是嘅。 有时阵听起来哦，即、这个基督派最熟人啊，总是你知即个基督派是讲什物无？即、这个彼得派、阿波罗派，甲即个姬发派是讲什物啊？咱是伫主内哦，伫咧分动啦。你是保罗，我是阿波罗，你是姬发，总是咱拢总是耶稣嚟讲，咱无去拆耶稣啦。咱只系分啊，即、这个头一念嘅牧师，第二念嘅牧师，甲迄个较贤嘅师徒，迄个较斋。 基督派是讲什么呀？阮是基督派，您龙总是伫外面，您毋是基督嘅，即是最大嘅分裂。将基督徒当作毋是基督徒，将兄弟当作是敌人，将信徒当作外邦人，迄是更加大嘅侮辱。保罗有恶罗因无讲哇，你即三派拢未晓，你去参第四派。保罗讲，你第四派更加大嘅分裂啦。彼得无讲阿波罗无伫基督嚟。 阿婆罗无讲记法派无伫基督内。只若恁假讲将系外观是基督派呢？恁毋是基督派，你是保罗派。阿所以保罗离开基督。哇，用最熟人嘅话，做最无熟人诶代志，用最熟人诶口号来推荐最亵渎基督身体诶作为啊！哇，真惊人。所以保罗讲：好解仔哦？我无甲恁真做洗礼啊！ 啊！无恁即派毋着咁较罪人，未做着安尼，是会求主帮咱，咱就伫主诶内面哦，同一个新疆，甲，同一个使命。保罗讲伫意念顶面，伫恁诶心思顶面，就相同同一同一個。即是讲到咩呢？新疆甲使命。你知耶稣要离开伊诶门道最后一暗，伊讲恁心内毋通要求。 你信上帝也就信我，两个都就信，唔做再拣一个。犹太人只系拣顶面，无要拣一个，所以犹太人失去了基督。所以你信上帝，你那就信我。以后大妈未晓讲，啊，主啊，呢个路是什物？你讲什物路？要去到落去到落阮未晓啊？耶稣讲什物？啊？我就是道落，真理，生明。耶稣大先讲什物啊？基督论。伊大先讲法，基督是什物人？以后伊讲什物呢？ 总是我若去了，我查看心灵来，要教导你明白一切真理。第二广告什么啊？心灵论，基督徒第一 Christology first。I'm the way, the truth and the life. And then n u m a t o l o g y or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. I will send you the Counselor. He will instruct you in all things。讲呢，第三只广告什么啊？你要上帝过来嚟边。 我系画想喺你嘅内面，你可能结几字，总是世界会恨你，因为世界大声恨我。即个广到是咩啊？救赎论，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。你就想喺基督嘅内面，你就知啊，你喺基督嘅内面，世界就甲你敌对。In Christ, in the world，难过嘅人。以后佢落去讲咩啊？佢讲心灵内教导你，总是呢，喺呢、这个。 人嘅中间要团结合一，耶稣为咗因祈督，叫人合二为一。That you be one。耶稣讲：我唔是只系为咗一仔祈督啊，我为咗怀以后听因嘅道理、相信嘅人祈督，呢就是普世教会啦。唔系只系在现在信我，以后信我，再隆重是一挂，是我。嘅。我隆重为因祈督，包括怀也未出世嘅，包括啲嘅一九。 二十九年才出世的，包括啲一九四十九年才出世的，包括啲一九六十九年才出世的。喺新耶稣的人，在龙中之为因基督，叫因合二为一，迄、这个是讲到什么啊？ecclesiology 教会论，教会只能一个，所以就团结。看耶稣，你讲真有出事，对基督论开始，因为基督带上来讲圣灵，因为圣灵特别来，阿哥落去讲什么呢？救恩。 讲教會得救嘅人就是诚做教會，也清楚啊。迄、那个處事要想伫主嘅内面，要伫主嘅内面當一个信仰，當一个使命。若无信仰嗰個合一啊。迄、那个是随便嘅合一，迄、那个是出外真理嘅合一，迄、那个是出外基督嘅合一，迄、那个是淫乱嘅合一。那個 毋是迄款诶，合一，是伫新疆甲蘇北上面同一，则是伫主内诶合一。基督教睇我毋是要我去撕碎，是要去传福音，毋是靠着智慧诶言语啊言、言论去传，免得基督诶十二嘅失去了效力。因为十二嘅道理对走向灭亡诶人来讲是固本诶，是固功诶，但对咱即係得救诶人。 确是上帝带领，因为经典记录讲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，智慧的人伫倒落啊？ 经学家伫倒落啊，今世的这个变数伫倒落啊。上帝毋是互，咸唔是互俗世的智慧变成做愚公吗？因为伫上帝的智慧内面，世人凭家己的智慧，既然未会明白上帝，上帝就乐意接着所传的愚公的道理，去拯救迄位神的人。犹太人救神者、希腊人。 祈求智慧，咱剧团顶十二个基督。伫犹太人看来是搬骹石，伫，外族人看来是烏龜嘅。但是对迄懷忘掉嘅人，无论是犹太人還是希腊人，基督是上帝嘅力是上帝嘅智慧。即讲到基督耶穌嘅十二个对无信主嘅人是烏龜，什物人？犹太人对對誒誒，即、啊、希腊人。 对无信主嘅人是物呢？搬脚石啊，互你跋倒啊，迄条路袂行得啊，迄、这个是物人？犹太人。对怀相信嘅人来讲呢，基督毋是愚公，是上帝嘅智慧，因为遮到基督救恩成全，所以呢个毋是戆，呢、这个是聪明，呢、这个是智慧，呢、这个是上帝嘅大能。什物意思呢？虽然十二计看起来是失败，总是国外主，屈来时阵，你就知是真德性。 所以即个是上帝的能力，求主帮助咱谦卑，领是上帝特殊的启示。什咪是特殊的启示？你在上帝的启示有两方面。头一方面叫做普遍的启示，第二方面叫做特殊的启示。普遍的启示是阮全世界达嘅人，特殊的启示只系有少少的人。是,是什咪呢？普遍的启示大自然。所以伫罗马书第一章讲，我看见狗仔物件。 我会通看见迄个无形嘅上帝，B 座嘅世界，互咱知影有一个创造嘅主宰，迄个是大自然，第二是虾物呢？罗马书第二章，伊讲外面有天，外面有天，外面有山，外面有 B 座嘅世界。内面有虾物呢？有一个细声音咪甲你讲话，当你做毋到嘅时阵，即个声音咪责备你；，当你做到嘅时阵，即个声音咪呵罗你，互你搁较平安。 是迄、这个就是人嘅良心，外在嘅世界，内在嘅良心，什咪是特殊嘅启示呢？上帝特别互一寡人知影，正如讲先知何西啊。上帝佢讲你去做即项代志，啊，伊就知影咯，因为上帝唔伊讲话，伊将主嘅话写落来，变作何西啊。书，啊，以后咱读就就讲上帝捌一摆讲什物话，第二是什物呢？上帝嘅作为。 当以色列民经过红海的时阵，当红海开的时阵，因永远袂袂记你讲，即个上帝是最伟大的，因为连海都听伊的话。上帝的作为，上帝最大的作为是系物呢？多成肉身的基督耶稣，伊差遣佢的身家到世间来。基督耶稣是上帝最大的启示，因为耶稣讲：你若看见我，你等于看见我的背囊。哇，是安尼，所以有特殊的启示。你知唔？ 圣经安尼讲，因为世間人凭家己嘅智慧哦，既然未會明白上帝，即係是讲到什麼呢？无有特殊启示，靠自然嘅启示、普遍嘅启示会失败。嘅，就是人嘅智慧会失败，犹太人失败，希腊人失败，因为干哋毋接受上帝嘅启示，特别启示就是耶稣基督。 我落去讲什么呢？总是阮却团养定十二计的基督，伫犹太人看来是骹石，啲外族人看来是故讲嘅，但是对迄位忘掉嘅人，因仔看着咯，上帝特别嘅开始十二计是德胜，迄、这个空嘅坟墓，是讲国外毋是先高去有人偷去，伊家己个起来，伊家己个出去，毋免你来偷，毋免你来拖，伊是话诶。 是诶，教主帮咱谂强逼忍受上帝特殊诶启示。你知咱讲到救恩顿，t h e doctrine of salvation，迄个你看自然、看良心，拢掠无啊？咱良心所在诶，真系是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做好就有好诶结果，你最歹就歹诶结果。无讲到写罪，无讲到恩典，无讲到上帝惊推历死。救恩顿完全是特殊诶启示。 无法用自然嘅方法来处理，的确系用信心来领受上帝所启示嘅，救恩典，这真重要。最后，因为上帝如果讲总比人智慧，上帝权力总比人更强，兄弟啊，恁想看麦嚟讲，恁迄位忘掉嘅啊，按人看来看，有智慧嘅无偌做啊，有关有关系也无偌做啊。 出身尊贵的也无偌济啊，但是上帝却精选了世上愚共的，和迄位有智慧的奸笑，伊也选择了世上软弱的，和迄位刚强的奸笑，伊也选择了世上卑贱、甲被人藐视的，以及选不得什么的，为着要回去迄位自以为是的和所有的人，伫上帝面前拢。 无通自夸，你看遐红色个字，上帝警训，所以人袂做自夸。恁因着上帝得于基督，伫基督耶稣来以后，基督成就了咱嘅智慧，就是公义、圣洁、甲救赎。正像经典所讲嘅夸口嘅应当，靠着主来夸口。咱只有法通夸口上帝嘅恩典。 咱只能可能夸口一项上帝的恩典。保罗讲有三个原因。头一个是咩呢？为什物夸口上帝的恩典？因为头一项上帝的古讲比世间人较聪明。什物意思啊？上帝的古讲就是耶稣推咱死，就是福音，就是十二个的信息。这是上帝的办法，比人的智慧更较好。希腊人一直想要怎样解决人生的问题，人生的矛盾，人生的冲突。 人生诶结局总是无能解决，啊！上帝出一破因看起来成功，这人是二十二个，其实迄个则是 successful 啦，迄个则是解决问题啊。所以这上帝诶软弱比人比较伟大，上帝诶智慧比人比较伟大。第三是甚物呢？ 你讲，你看高林多的会友啊，恁中间有什物人哦？是真有势头诶！恁中间有什物人是真有钱啊？恁中间有什物人家庭背景也好啊，真尊贵的啊！无几个个，无几个个，无几个个，是的，这就是上帝恩典啊！恁虽然无世间人所看当的物件，总是你伫上帝面前比看当啊，你够较伟大，咱知哪有法能夸口。 上帝的恩典，这个伊讲无，各项是对伊来的，各项是上帝有变。来，咱现在我們来三加祈祷啊。Uh, Let's move on to prayer、yeah.。 咱伫天顶的爸，全人拢尊你的命做圣，全你的国讲仁，全你的旨意行伫地顶，亲像行伫天顶。阮的日用点食，今仔日赐予阮，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赦免得罪阮的人，无叫阮拄着试探，叫阮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。直到永远，阿门。三、密、宗。 三甲名受主诶恩福，但愿救主耶稣基督诶恩惠，但愿圣父上帝诶慈爱，但愿圣灵保惠书的感动相通，想甲咱众人三甲伫地，安尼诶祝福是互圣父、圣经、圣灵诶名，阿门，阿门，请坐。 咱今仔日的聚会就到遮结束，但愿咱用一段时间参加擘多，擘多以后教会也有一寡代志要报告，迄、那个时阵再请咱参加注意。